可是你们觉得离楼梯比较近，可以比较快速。那我们现在来闯关，等下给你们看闯关后的周边。 那我们这一节哦，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昨天的那个幸运转盘了，所以我们这边直接主画面上转盘。好，那我们等下抽到 UID 哦，就是可以获得额外的积分。那至于是几分，我们会让女将来帮忙抽出这个袋子里面的分数。好，那我们先来抽第一位，旋转。 其实我已经到家一阵子了，那我今天就来做一个，这是一日电玩者的一个战利品的总结。那我就是一进门嘛，这个巴哈姆特的大袋。那我有拿一个这个赛马娘的这个袋子，然后呢，我拿到的这个海报是无森林路的塞勒斯之盖的海报，这个就是。 第二的话就是在入口处那边可以拿。我买一个这个电玩展的一个棒球帽，我就那是我比较喜欢打棒球的，所以一个棒球帽是非常适合我。哦，一
个 special way 的明信片，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珠子 ES 的这个收纳盒，伤害指数收纳盒，反派的鲁鲁修的徽章胸章，莱斯下的贴纸，是蛮可爱的，是我个人蛮喜欢的。是御三家的吊饰，这个是珠子御三家的吊饰。这个西夜喵、热水鸭跟我头上这只呆火二，对，这个头套也是我的一个战利品。我第一次去参加电玩展，那虽然没有到每个摊位都有跑啦，但是整体体验还不错。那今年能去是刚好，因为今年我已经搬出来外面住了，所以我才有机会这样，可以东跑西跑。加上又有认识的 SG 拉拉队女孩要去找，所以我才有去这次的电玩展。然后刚好另外一个我认识的 YouTube 神魔达人，刚好跟他的摊位在隔壁而已，所以我到后面基本上就只有那两摊跑来跑去而已啦。今天的一日电玩展体验，我觉得还不算是对我来讲蛮新奇的。那我们就下次的 vlog 再见了，拜拜。